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早晨。你叫做？我叫姐姐。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姐姐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3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咧做婚。你有冇细路仔啊？我有两个男仔，10岁同埋14岁。你识唔识得照顾 B B 啊？我识照顾 B B。你识得点样照顾 B B 啊？我为 B B 饮奶，我帮 B B 冲凉，我帮 B B 着衫，我帮 B B 换尿片，我帮 B B 喷膏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我识煮饭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我系懂煎鱼、煎蛋、同埋炒菜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做嘢喺阿拉伯三年，2009年到2011年，我照顾小朋友男仔3岁，跟住嚟喺布内四年，2013年到2011年，我照顾小朋友男仔3岁。正干正恶嘅四三同三，最松同埋去计是咪松？好，咁喺香港见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唔该。